约到3、7点，大概打扰一下可以吗？就是跌到3000点，大概是个什么概念？
打扰一下，爆仓是什么？啊，让大总给他讲。爆仓就是你钱都没了。为什么会从1000直接跳到零啊？懂了，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打扰一下。杠杆是什么？
可以说下指标是什么吗？说下指标是什么意思？明白了，这个太形象了。
盘后交易是什么？盘后交易是什么？不是，对，我知道，就是盘后交易是个什么东西。听了。没事没事，之前准备喝了点咖啡。11:51。
中概股是什么？啊，这没接触过这方面，主要是。
我有个问题可以问一下吗？在中国做专家不是违法的吗？懂了。
个人控盘就是庄家吗？那庄家的定义是什么？就是要买多少钱才算？做到这一凌晨。感走觉了，都去太走多了。了因为基础知识感觉讲不太懂。他打字说他在。就是腾讯会议，腾讯会议他说他在。OK，就是下周要讲什么呀？我感觉我现在最基础的东西都听，就是都听不太懂，因为我。行吧，那我可能先睡了，晚安，再见，拜拜。我还以为是你小号呢，他整个跟你一样的头像。跟我放的一样呗，你的忠实小粉迷。
其实，我觉得这次下周和大下周是非就是做空碟而已，就这两周吧，整不好就是下周一周吧。黄金，有点危险了。黄金下周应该能做空。但是我觉得，要是说下周过了之后，应该做不了空的。就下周，就下周，就。